怎么了？慢慢说，慢慢说。师傅，你要替我做主。大师兄，他偷看我洗澡。师傅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没看师妹洗澡。你还说你被冤枉的？我看了你身影，就是你偷看我洗澡。那不是我，小师妹，你听我说，我当着所有师兄弟的面，我可以发誓，谁看你洗澡，谁就不得好死，天打五雷轰。